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远方君，我现在在上海地铁11号线上，现在正从嘉定新城开往昆山花桥。由于这是一条跨省的线路，兆丰、光明、花桥都属于昆山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从上海到江苏昆山的城市面貌变化。嘉定新城到了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 本次列车。